这个山就是斗牛山，当年就是那时候，这个山作为新四军和国民党这个打仗那个主战场。主战场。哎，你们听老人说过，当打什么样？这个当然打得很激烈，因为这个整个这个山长一个是三十多华里，在这个场整个打了主街上就打了7.7。这是叶挺将军军旅生涯中的最后一个指挥所，也是他一生当中最不愿打又不得不打的一场恶战。兄弟相争，同胞相残，身边近1000名热血将士永远长眠在这里，成了他一生当中永远的伤痛。将军也从此开始了他长达5年之久的囚禁生活。1896年，叶挺出生于广东惠州的一个普通家庭。这座有几百年历史的亭子是少年叶挺经常读书的地方。那时他在这里朗诵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立志要像他们一样精忠报国。1912年，16岁的叶挺考入广州的黄埔陆军小学堂，系统的学习了战争用语等军事课程。1916年，他又以优等生的资格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在这期间，他认真阅读了《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为日后走向革命的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1919年，学习有成的叶挺参加了粤军，被任命少校副官。1921年，在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时，他任大本营警卫团2营营长，负责保卫总统府。1922年，粤军军阀陈炯明背叛孙中山，炮轰总统府。叶挺率领警卫营抗击叛军，保卫总统府，并保护孙夫人宋庆龄突围脱险。经过这一事件，叶挺给孙中山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24年，经过孙中山、廖仲恺的介绍，叶挺来到苏联东方大学及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1924年，经中共领导人王若飞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叶挺回国，受党的委托，一支由他亲手组建的独立团成立了，这是我党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量。这个时候，他和中共领导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得以相见，两个人对当前的时局进行了畅谈。周恩来对时局的准确分析和风趣的谈吐，让叶挺受益匪浅。叶挺视周恩来为一生最崇敬的挚友。1926年，独立团随军北伐，在战争中面对强敌，独立团一路斩关夺隘，血战贺胜桥，再胜听四桥，在攻取武昌城的战斗中，一战歼敌20000余人。独立团的战斗能力让反动军阀谈虎色变，望风而逃，从此铁军的称号名扬天下。叶挺由团长晋升为师长，被誉为北伐名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向共产党人挥起了屠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大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人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共产党员由原来的6万多人锐减到1万多人。在很多人看来，共产党已经形不成气候，很难东山再起。
而叶挺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他的独立团也是我党尚能完全掌握的武装力量。1927年，已经担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来到九江，向叶挺指示了党的决议，在南昌举行暴动，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反击，并任命叶挺担任前敌总指挥，配合贺龙具体部署军事行动。1927年8月1日，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爆发了。当年的北伐名将再次展示出他的指挥才能。叶挺部队，他作为一个主力部队哈，在起义中担负了那个重要的那个就是责任，就是一个是攻打了敌人两个主力团，一个是23团，还有24团，这是当时驻昌的两个主力团。敌军的两个主力团，然后还有57团，就当时贡院呐、青营房还有天主堂、方路中学这些地方，都是由叶挺部队解决的。就是当时敌军的那个主力部队是由叶挺负责解决掉的。南昌起义虽然最后失败了，但由此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接见时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时说道：“你就是中国工农红军最早的总司令。”今天，在当年的起义指挥部江西大旅社建立了81南昌起义纪念馆。当人们细心去了解80年前那段历史时，是否会想到，这些起义英雄们除了朱德外，都是一些30出头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为了心中的信仰，为了新中国，他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叶挺来到广州后，按照党的指示举行广州起义。南昌起义的失败让叶挺认识到，全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在城市举行暴动，取得彻底胜利只能是一种幻想。他建议起义后，部队应该撤出广州城，到闽越山区开展长期的武装斗争。然而，他的建议被当时党内王明等人和共产国际拒绝了。即便是这样，他还是按照党的指示，如期发动了广州起义。在强大的反动武装镇压下，正如叶挺所预料，起义很快就夭折了。更让叶挺痛心的是，几千名优秀共产党员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一时间，整个广州城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叶挺心中充满愤怒和忧伤。更让叶挺想不到的是，王明等人将起义失败的责任归罪于叶挺。这位一天仗都没有打过，只会纸上谈兵的王明对叶挺横加指责。总之，你不是一个纯粹的布尔什维克，不应该说你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战士。你有什么资格谈论这些话？你面对敌人开过一枪吗？你亲眼目睹过自己的战友在身边倒下却永远也站不起来吗？你没有。事后在办公室里谈论战争是一回事，真正的战争又是另一回事。我告诉你一个小小的常识，战争是科学，不能纸上谈兵。你说的这些都是局部问题，这些都改变不了你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流寇主义的错误本质。这就是我和米夫同志的最终意见。哼，那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还有什么要申诉的吗？只有一句话，你不足以与高士语。你，叶挺，叶挺，随他去吧。
叶挺是一位个性极强、眼里容不得沙子、做事从来都光明磊落的人。虽然这时党组织没有对他做出任何处理决定，但遭到王明等人的无端指责，他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于是他愤然脱党，开始了十年的海外漂泊。1936年，我地下党领导人陶江平在香港与叶挺见面，向叶挺通报了中国共产党将进行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希望他利用在国民党军中的影响，促进这一目标早日实现。叶挺欣然接受使命。1937年，七七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我红军改为八路军，江南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叶挺响应党的号召，结束了十年海外流亡生活，返回国内任新四军军长。1938年4月，新四军军部从南昌迁至安徽歙县延泗，并向坚持在江南的各游击队发出通知，向延泗集结。这个时候叶挺最为繁忙，一方面他要向国民党战区司令部协商新四军的装备给养和各游击队向延泗集结的行军路线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另一方面还要整训部队。为了解决新四军初建时期的困难，夫人李秀文亲自到广东和海外筹款，并把父亲的遗产全部捐献出来，为新四军购买药品。从1939年到1941年，新四军在江南与日军作战千余次，仅泾县一战就消灭日伪军3000余人。这位北伐名将再次显露出他的军事指挥才能。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令侵略者胆寒，同时让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恐慌。一场亲者痛，仇者快，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了。1941年1月12日，皖军向新四军发起了总攻，叶挺指挥部队激战7天7夜，弹尽粮绝。为了保存这支部队，叶挺奉命下山与国民党当局谈判，被非法关押，从此开始了五年的囚禁生涯。上饶集中营是我新四军将士非法关押地，叶挺将军就被关押在这个房子里。面对国民党的劝降，他愤然写下：不辞艰苦哪辞死，生死原来像游戏，只问此心无愧做，赤条条来光棍事。这就是被后人称为求雨的著名诗篇。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重庆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并在1月18日的新华日报发表了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是操戈相煎何急。为了营救叶挺，
为了揭露皖南事变真相，他还亲自上街向民众发放报纸。在恩师被囚禁两年后，叶挺再次被秘密转移到重庆歌乐山，囚禁在红炉厂。在这里，叶挺将军写下了一生当中最著名的囚歌：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啊，给你自由。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从狗洞子里爬出，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起烧毁，我应该在烈火中和热血中得到永生。1945年，日军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到重庆为和平建国与国民党谈判。谈判期间，我党提出无条件释放叶挺。此时周恩来还不知道叶挺就囚禁在重庆。一天，叶挺的三个孩子来到了曾家岩50号，说要找周伯伯。这时周恩来才知道，这三个孩子的父亲就是叶挺。在叶挺的孩子中，周恩来最喜欢的是长女叶杨梅。当时周恩来眼含热泪，搂着小杨梅说道：我们一定要把你爸爸救出来。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和平协议。1946年3月4日，经过中共与国民党反复交涉，蒋介石最终同意释放叶挺。这一天，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所有领导人和干部前去迎接，这让失去5年多人身自由的叶挺非常感动。3月6日，叶挺电报党中央，申请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7日，中共中央复电，接受叶挺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对于叶挺的申请极为重视，并对回复的电文进行了反复修改。第一次将叶挺军长改为党内的称呼叶挺同志，毛泽东还觉得不妥，又将叶挺同志改为亲爱的叶挺同志。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叶挺回到党内十分重视。1946年4月2日，叶挺和夫人李秀文、长女叶杨梅以及我党部分高级干部乘飞机返回延安。然而这一天，叶挺将军永远离我们而去。发生在1946年的四八空难是我党的重大损失。1946年4月19日，延安各界30000多人参加了四八空难烈士追悼大会。叶挺将军的生命在50岁这一年画上了句号。回首他的生平，陈毅在《哭叶挺军长西医同志》一文给予了高度概括。对待事业，他视死如归，可在生活上，他多姿多彩，幽默寡言，深沉不露，令我一军之风采。勇迈绝伦，倜傥不群，今我一军之将才。陈毅对叶挺的赞扬，正如作家萧三所言，他是一位叱咤疆场、坐穿敌牢、威武不屈的将军。
却也是一个爱光脚爬山、摄影、爱妻爱子、充满生活情调的凡人。